下面请您欣赏人鬼情未了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，谢谢现场的朋友们热情掌声，非常的感谢。哎，啊，今天，哎，啊，别耽误时间啊，下地上等我啊。我现在就想鞠躬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我先跟大家聊几句啊。是，今天这场演出是跨年演出，对，也是我跟孙越2020年第一场演出。我们这一年就演了一场，第一场大型演出。对对对，前段时间我们去小园子演了几天，演两天啊，特别开心。今天跨年，刚才这个孔云龙啊，给大家，孔云龙还有我师傅于大爷三位给大家说了一段传统相声《斑马罐》，完美、啊。说明什么？说明明年要捧三哥了。是，哎，掌声送给三哥啊！恭喜三哥，恭喜三哥。三哥真好，是哎，今天演得非常好。我们后台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接火不接泥。对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上一场特别的火，我们愿意接，我们愿意上来演。是，上一场演得不好，我们就说实话不太愿意上来演。但是老先生忘这么一句话，嗯，接炸怎么办？接炸上医院啊，都炸了还怎么着？人家上一场太火爆了，太火爆啊、嗯，简直跟爆炸一样。老三们谁都没想到啊！是啊，我们在后台如坐针毡啊，这是演也不是，不演也不是。是，王海告诉我们，你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，太可怕了。嗯，你比如说我们演30分钟、嗯，跨年跨在我们身上，那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不，大伙儿别忘了，德云社姓郭呀，对不对？赶快抓紧时间啊！抓紧时间，把正事办啊！直接给大家表演节目啊！嗯、这个节目的名字啊，还不改，还叫这个人鬼情未了，只是我们快点说好不好？这个我们每个人呐都有害怕的事，一会儿口风都变了。啊，您再来一遍。这个每个人呐都有害怕的时候。啊，人有一怕。对对对，嗯、有的人怕高。我怕高，哎，有的人怕水，哎呦，还有的人呢怕火，是，就比如说我就怕火，你怎么怕火呀？因为我不能再火了。您再火就是火化了。啊、每个人害怕的点不一样，是是是，哎，我们后台很多演员都害怕栾云平，我怕小栾，哎，栾副总，因为他负责派场啊、分钱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业务，他有实权，有实权，嗯嗯，特别的厉害，是。但是栾云鹏，什么嘴？该三哥火呀！你敢说错栾副总的名字？但是栾云平啊，啊，也有害怕的人。他怕谁？害怕我师父。哦，怕你师父。因为整个德云社都是我师父的。师父老板。我师父也有害怕的人。怕谁呀、啊？怕我师娘。哦，怕媳妇儿。我师娘怕郭芬阳。我怕儿子。哎，郭芬阳怕郭麒麟。那郭麒麟呢？分他财产。哎呦呵，家庭不和了。对，哦，后台对词没有这句啊。这个，我不让说这句。人人都有一怕。是是，但是更多的人呐害怕鬼，哦，鬼神之说。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有没有人见过鬼？你们都见过怎么来的这儿？我就没，那见过来不了了啊哈，在后边。今儿这台是点阴森、啊。没有，你说三哥火了，怎么会阴森呢？啊，是是是，这个没有鬼。谁都没有见过鬼，哎，对，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，您说，世上本没有鬼啊，死的人多了就有鬼。我听得像个老话啊，世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就有路。哎，对对 对, 对，有这么一句话，是，哎，这个确实是没有鬼，更多的都是人吓人，人编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啊，嗯、在我们小时候都干什么？小时候，于老师的小时候，别耽误时间了就。好嘞好嘞，说没有外沙花了 啊没有外沙花没有外沙花了，是、嗯、
那都不可乐了。对对，本身都不可乐。这个在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很多的鬼故事，哎，都有，对不对？躲被窝里听鬼故事，哎呀，吓出一身冷汗，那种感觉是特别的好。哦，就比如说厕所里的灯，听过吧？灯怎么？哎，拿那个墩，没有，没有，回去听见，拿那个墩布墩，啊，墩着墩，发现那个墩布那个头是个人头，哎呀，哎呀，特别的恐怖。还有对面楼里的姑娘，对吧？楼里的姑娘，哎呦，还有孙府的一声惨叫，这都是经典的这个。鬼故事听起来特别的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经典，前面那俩我就不管了。怎么还有孙府的一声惨叫？这什么意思？孙府的一声惨叫，怎么还指名道姓呢？这肯定是你们家的事儿啊！多新鲜呐，对不对？我问你什么呢？别那么多废话，时间紧要啊！这个，这词儿有这词儿，这有什么废话？有这句，是这么回事。孙老师他们家呀，住在北京，多新鲜呢！北京四合大杂院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家呀，院里太乱了。四合大杂院本身是个四合院，嗯，它都租出去了，变成了大杂院，分租了给。哎，后边那一排，嗯，哎，你住里边，我父母住中间，哦，这边住刘大爷，这边住刘，哎，怎么还刘大爷？刘大爷跟你父亲特别的要好，老玩伴，哎，老玩伴，原来在一个单位工作，老同事，哎，大叔不愿意听是吗？要，要不我喊三哥行不行？马上就可乐了。好啊，等你回来啊，等你回来。刘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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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邻居啊，老邻居，老跟你父亲关系特别的好。是是。但是刘大爷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不会说话。哦，失语了。哎，对，失语，说话，啊，就不用学啊，不会说话。是。经常跟你父亲在一起，啊，喝茶、喝酒、哎、下棋、唱 K， 天天在一起。你哪？是吗？哎，这怎么唱？有那个专门唱啊的那个歌吗？对不对？这什么歌这么费劲的听？不，时间，然后你这有电是怎么着？就跟你父亲天天在一起，他可以旁边鼓掌啊。啊，就我父亲唱他鼓掌。啊，对了，我带着粉丝去的。时间长了，你妈妈受不了了。呵，我妈妈。对。你妈妈受不了了，嫉妒他们俩了。有一次，他们俩人，哎，手拉手回来，你怎么把手拉手还得？你妈就生气，俩大老头子，你，嘿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哥呀，这是，嘿，妈呢？女的气点声，干嘛呢？啊，干嘛呢？过来，来，咱俩吵架，来，干嘛挑衅呢？这要 battle 啊？老刘，啊，枪不声就回屋去了。老刘，赶快撬吧，走，哎，走开。刚才忘说了，这个老刘啊，跟你父亲沟通的方式很简单，什么简单？摩斯密码。这比说话还累呢。摩斯密码敲墙就可以。哦，敲墙啊！你父亲回到屋里，跟你母亲开始吵架，吵着吵着吵不过他。谁吵得过女的？男人吵不过女人，这是永远的硬道理。是是是。怎么办呢？赶紧喊隔壁的老刘，就敲墙。您等会儿吧，他说话都吵不过你，找一个是不能说话的。老刘有方法。老刘好方法。大敲墙。大概其的意思是我媳妇正在跟我吵架，我吵不过她，你赶紧过来。摩斯密码。啊，你赶紧过来帮我。是，然后老刘那边敲墙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大概琴的意思就是、啊、我已经脱了。你谁问他了啊？这边赶紧敲，哒哒哒哒哒哒，你脱了穿上也得过来，真费劲。这边哒哒哒哒哒，那意思是我脱得很干净，还裸睡还。一会儿老刘就过来了，穿上，禁不住你爸爸的诱惑，禁不住你爸爸的一直喊他，你知道吗？还诱惑过来了，哎，穿一跨栏背心，小裤衩，拖鞋往门口一站。就这样就来我们家啊！啊，开始敲墙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站门口还得敲。大概琴的意思是跟你母亲说话，和我妈说。你父亲旁边翻译，嘿，老刘说了，嗯，我这样的男人世间少有。哎呦呦，如果你不要，有的是人要。你妈一听生气，更生气了，是，滚，你们俩给我滚！老太太急了，哎，你父亲搀着老刘。站在院里头，这会儿院里头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老天爷下雨了，电闪雷鸣。哎呀，站在院里大喊一句啊！就这会儿，天空中出现一道新型的炸雷，给这俩人劈死了。这天公作美、啊、哎，孙府的一声惨叫，我爸爸让雷劈死了。哎，你跟你父亲关系特别好啊。啊，怎么着？ 你是你父亲的亲儿子呀，多新鲜的，天天想他，天天想他啊，这叫什么呀？思父成疾，好词儿。想病了，我有一次你自己在家睡觉啊、哦，我自己啊，媳妇呢回娘家怀孕了，对，自己在家睡觉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媳妇儿，嗯，回娘家怀孕了，嗯，那还回不回我这儿了？回你这，
她是先怀的孕后回的娘家啊，回娘家养胎啊。对对对对，说清楚。时间的关系我想紧凑一些。你别紧凑，紧凑我快离了知道吗？回娘家怀孕了，嗯，就说你一人在家睡觉。我一人了。你父亲回来了啊？嗯，你天天想天天想，他回来了，魂儿回来了，魂儿回来了。哎呦我爸，梆梆梆敲门，他一进不来，他敲门，因为门锁着呢。嗯，哎，他有一个门栓子，大宝宝啊，门栓啪是我们家不是鬼就是妖，蛇精变的啊、一会儿你爸爸想一办法啊、顺着门缝就进来了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干嘛？这是肉虫子，这是。他在蠕动啊，他在顺着门缝。那你敲什么门呢？有这能耐？他得进来呀。你进是哪儿进不来啊？你从油烟机也能进来，知道吗？这什么孩子？说自己的父亲能从油烟机回家，这什么孩子？废话，你敲什么门都灵体了，这那怎么？你半夜做饭怎么办？一个你爸吱吱回去了，我给我爸爸抽出去了，没听说过。你爸爸刚要回家，抽油烟机里。脑袋，你这一个，你爸爸，对，我爸爸跟着菜味走了，顺着门缝就进来了。哎呀，呀呵，皮影戏，真难受，头还挺晕。废话，瞧瞧我颈椎不好是吗？进来之后我就扒拉你，啊，扒拉我，所以这是抽我，这是扒拉我呢。起来，嗯、你睁眼一瞧，哟，啊，看见你爸爸了，看见我爸爸，我就问你怎么着，你这会儿怎么样？怕怕不怕怕？我是一人在家的吧？一人在家呀。我是叫怕怕怕不怕？不是你羞臊什么？我们俩合作那么多年了，没有见过他这么羞臊过。我觉得于老师他们就够过分的了。你什么叫什么怕怕怕怕什么意思？我真学不了这玩意儿。我就问你怕怕不怕怕？问我怕不怕？对。怕不怕怕怕怕不怕怕，因为我岳鹏什么玩意儿，我岳鹏走的是可爱路线。行，干嘛叫拖着？不是害怕不害怕？这应该不怕。我对，那是亲爹呀、啊，那不怕什么？肯定不害怕呀、啊。虽说是没了，但是那也不怕，是不是？赶紧揉揉眼，嗯，掐一下自己，哎呦，是活着的，是自己是活着，哟，真的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啊，回来了。再看他爸，嗯，那什么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知道吗，宝贝儿？我爸爸瞎了是怎么了？干嘛这样？干嘛摸骨呢？给我，那什么，宝贝儿，那什么，嗯，你先把那红裤衩给我换了，好不好？红，我本命年死的爸爸。对，因为他死人他怕红。哦，我穿的红裤衩。对，你穿一红裤衩，赶紧、哦，红裤衩一脱。哎呀，去，哎，跟你爸爸聊天，还得聊。爸爸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嗯，我主要跟你说点事儿。说什么事儿、啊？下次烧纸的时候啊，嗯、多烧点儿。我没钱了，咦，在那边买东西太贵了。那不是多贵啊？它非常非常的贵。你说说，是不是老刘？你说你贵不贵？哎、你等会儿，怎么还有老刘呢？老刘也来了，老刘正挤着呢。嘿，这俩形影不离了，这俩。哎，老刘站在门口，那边买东西太贵了。是啊，一碗拉面18亿，哇，加个鸡蛋3亿。一鸡蛋3亿啊！共享三车，你等会儿2亿，等，一扫码就2亿，等，共享单车，在那边就是共享三车，哦，三车都共享，哎，一扫码2亿，押金还得100亿，到现在那100亿都没退我，退你也干不了别的，哎呀，太贵了，是太贵了，孩子，下次烧纸收、多烧点，行，我多给您烧，答应爸爸，对，好不好？哎，行行，答应，哎，行，我多给您烧就完了。还有什么要求？还有什么要求？说起这个扫码，我就特别生气。买扫码啊！你下次烧纸的时候啊，嗯、你烧一个，你多烧点手机，好不好？啊，你那边还要手机呢？要手机，我要那新款的那个指纹解锁的，好不好？哎，不，新款都面容解锁不行。怎么呢？我当时跟你刘大爷被雷劈的时候啊，那个脸劈没了。哦，这俩面容解锁不行，无脸男俩。哎，对。哦，哎，只能那个指纹解锁，这俩不要脸，好不好？嗯嗯，听见没有？嗯，答应爸爸。好，答应了，答应了啊！老刘，你说两句。老刘说，还吵呢。
你刘大爷说他也想要。哦，他也要手机啊。嗯，老刘你说什么？老刘哒哒哒，老刘说那个他想要个粉色的。啊，这个老少女，要粉色。还有重点，你烧手机的时候烧点充电器、耳机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你那脸都劈成那样，你要耳机干嘛？啊，许我不要，不允许你没有。啊、哦，这配置啊、哦，那当然了，行，这是必须的呀。是是是，啊行，我答应您。还有什么要求？还有什么要求？还什么要求？那个你烧点这个电影的硬盘。哦，看盘。哎，烧点电影的硬盘，还有是那个碟片什么的。哦，看烧点那个烂片，好不好？您等会儿，越烂越好。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越烂越好。这烂片谁看的？鬼才看呢，是吧？行，找着市场了。哎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哦，行行行，爸爸，您在那边住的怎么样啊？啊，住的环境忘了跟你说了 啊。我们在那边住的挺好的。是啊，我们住在雷劈小区。雷劈，知道吗？你说，雷劈小区忘了跟你说了，我们是怎么过去的？住的什么小区？啊，什么死法住什么小区？那边有无限多的小区。哦呦呦，有雷劈小区、心梗小区、脑梗小区。哎呀，啊，车祸小区。哎呀，蹦极断绳小区。哇、哦。各种小区是蹦极还断绳了啊！这是好小区，还有不好的小区。不好小区有什么呀？啊，什么诈骗小区？哎呦，拐卖妇女小区。嚯、哦，拐卖儿童小区。哎呀，啊，就这帮人在那边住的特别不好。是吗？他们的小区没有水，没有电。哎呀，啊，也没有物业，没有人给他们烧纸。哎呀，他们在那边过得死不如死。就告诉你在这边得当好人，所以说你在这边尽量要做好人。是是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就是你来年啊，就是你尽量不要去蹦极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暗示我干嘛？对，你将来可能要去蹦极断绳小区，你最好来我们这个雷劈小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雷劈小区有一个优点。什么优点？特别亮。哦，老打着雷，特别亮，亮一回来一个，亮一回来一个。那你要什么充电器呀？许我不要，哎，不允许你没有。行，好，哎，这太阳能的还有。哎，爸爸，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啊？啊，平时消遣。有，嗯，我们还有那个视频网站。那还有视频网站呢？对对对对。哦，对，我们还得充这个会员。那边也一样。那当然，好几百亿呢。好几百亿充。不充会员就只能看广告。哇，那还有广告？哎，那边还有个什么好节目？什么节目？什么逗笑社，知道吗？邓小社侯宝林带着他的徒弟们做综艺。哦，侯大师，哎、哦，有爱徒啊、儿徒啊、宠徒啊，什么都有。里边还有一个演员啊、不参与这个投票啊，插科打诨。那个演员一般，现在已经不红了，你知道不？哦，那这倒两边都一样，倒是是不是啊？是是是，他被那些个特别红的演员，他被那个帅的演员盖过去了啊、哦！是，嗯，活该。大点声，那个。找心理安慰来，马上三哥就哄过你啊！不要提三哥，那个爸爸，你在那边你看我的生死簿了没有？啊，得查查我生死簿。哎呦，我的寿元啊，我还真看了。我那天我给你刘大爷我们扫了一个共享丧车，带着刘，骑着我们就去了。好，去那个 YLD 大厦啊 ，YLD 大厦是什么大厦 ？Y 阎罗殿，起这个名字有意义吗？有意义，真行！一共十八层，哦，坐电梯到了十八层，嗯，其中有一个生死簿办公室，哎呦呦，哎，投个币就能查了，还得花钱查，哎，嗯，我查到你了，查到你死于2021年春，哦，没几天了，然后你将来会去蹦极断绳小区，啊，那就是春游死的，我就是啊，春游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蹦极，您放心，我都不出门了，尽量来我们小区。我非得雷劈死呀，我好不好？真行，答应爸爸，答应爸爸。哎，你别瞅我了。那、答应啊，是答应啊。哟，爸爸还有个问题啊，那个岳云鹏的生死簿您看了吗？对，我的搭档岳云鹏的生死簿我也看了。怎么样？他死于什么时候？2098年。哇、哦，他得活一百多去。对，当艺术家了。哎，他是怎么死的呢？嗯、我也查了，岳云鹏最后是爽死的。嗯挺好。哟，爸爸，那个投胎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呢？怎么投胎呀、啊？我赶快。哟，投胎很简单、啊，你首先你到了那边之后呢，那个你先去喝一碗孟婆汤。哦，忘去前尘往事。哎、哦，你可以喝，也可以不喝。我跟你刘大爷就没有喝。哦，你们俩不喝。喝一碗孟婆汤，嗯、然后走奈何桥回到自己的小区就可以了。哦，就完事了。哎，现在孟婆汤那边啊，特别的缺德。孟婆怎么了？孟婆汤特别赚钱。啊，是啊。第二碗半价。
谁喝完第一碗谁还记得喝过第一碗，对不对？我就拿这赚钱。那就拿这赚钱啊。哎呀，有的人一二十四小时在那喝，哇，就一直在那喝，爱小便宜的。对，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小区之后，过了没不用太长时间，你就可以去那个上那个投胎网啊。投胎网，哎，投胎网，你写清楚了下辈子想做什么，给谁当牛给谁做马，找谁复仇给谁报恩都可以。哦，对，是申请表，只要上面批准了你就可以去投胎了。考学是一样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就这会儿老刘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老刘干嘛敲门？嗯，老刘，哎呦，刘大爷说了，嗯，他困了，他困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您等会儿，二位都到那边了还熬不了夜呢？熬不了啊！你们俩不就应该这时候出来吗？熬不了，一会儿鸡叫了，我们更能难受了。我们就回去了啊！回去吧，俩人回去了。嗯，就这会儿，你接一电话，我手机来电话。你媳妇那边生孩子了？哟，生了，生了！哎呦，赶紧开车奔医院。是，到那儿一瞧，手术中。哎呦，还没完事儿，护士就出来了。哟，孙老师，恭喜您，贺喜您。怎么呢？给您生孩子了。生了，而且生一双胞胎。哎呦，这俩人特别的好。是吗？一生出来有一个优点。什么优点？会说话。说什么呀？答应爸爸。你的。这世界很酷。